第二十九代富那夜奢尊者，西天十一代，华氏国人，姓瞿昙氏，富保身，乃贵族之子，有次机缘下，其名师辟时耳。尊者问尊者曰：“汝从那而来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往。”师曰：“汝住何处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我心非止。”师又问：“汝不空耶？”尊者又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师说：“你不是诸佛。”尊者又答：“诸佛也不是尊者。”未记一首，迷雾如影现，明暗不相离，今复影现法，非一亦非二。